可能就是说挑选的时候，我们不要挑选成分太过复杂的，或者是它标示不明的。如果它标示很少，没有写得很清楚，有时候它成分反而比较复杂。那再来就是，如果它标示很清楚，它的成分啊，比如说它用很多的精油或是植物萃取成分，那像这样的成分对皮肤，产生过敏机会可能就稍微大一些。当然，如果它香精、香料、酒精也加了很多，这样的产品对皮肤也会比较刺激一些。所以，我们挑选一些面膜或产品的时候，如果说你要挑选怎样比较安心的，我会建议就是，其实像一些无香精、无香料、防腐剂，选择比较不容易过敏的成分，这时候对皮肤会比较好。产品有时候因为敷面膜的时候会把一些杂质或过敏成分一样浸润到皮肤内，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注意，就是我们产品的部分是要标示很清楚，那尽量成分是简单，越复杂的成分有时候反而造成皮肤更多的负担。想要让皮肤更好，给它更多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肤质不会有更好的改善。一片片面膜理论上它的这个无菌处理会比较容易，它防腐剂或许不要加这么多。可是如果你是开罐式的，因为它为了保存，所以它在使用剂型里面，它多多少少一定要加一些防腐剂。所以贴片式面膜相比罐装式面膜，我们想合理想象说，罐装式面膜它在防腐上面的剂添加可能就要稍多一点，不然它这个是可能比较容易坏掉。所以我觉得面膜还贴片式面膜还是有它的优势在。那但是这个防腐剂的成分，其实每一个人对这个防腐剂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测试之后才知道。大部分使用的防腐剂其实对皮肤过敏来说的话都是有可能的啦，你没有可能说哪一个防腐剂对皮肤不会过敏，所以其实还是看每个人对这个产品的反应。